由佮伊同济会主办，并且联合偏乡人十一分会做伙来办理的爱心关怀以及园游会活动，即种留在来顶场。到现场关怀的民众是真济，让人感觉是真感动。总会活动嘞，全国预计要募款10万袋捐血袋哈，来捐助给我们捐血中心一起发挥活动公益哈，一人一袋哦，捐血救人一命的所有公益活动。这今天很感谢我们彭家南区哈，大家踊跃的出席捐血。活动一开始就真侪人要来关怀含血圆游会，关怀250cc，就送250块的圆游卷，单位收入收到的10%，会做专款捐予嘉义县各小学和老师和妈妈，让伊来买设备。咱嘉义县来承办这件嘉义县这个捐血活动哦，我代表嘉义县企业联谊会吼，来参加这个邀请这个。参与这个代志吼，这嘛是阮企业界内底吼应该做的工作吼，就是起助于社会，用助于社会吼。我相信这件会一定真成功哦。关怀委员会主委陈延全表示，第一遍来到平安南区，第当参与安尼盛事，嘛感谢平安南区对总会的支持，感受着分会团结和用心，嘛希望大家当做伙打拼，突破今年预设10万块关怀目标。感谢各位来参加这届，吼，捐起你的秀腕，捐出你的热血。然后本次的工会盈余哈，我们会捐给哈我们嘉义县的国小当交通导护妈妈的背心以及交通导护用品。该管会会长林家宏讲，现场安排爱心圆游会，和民众来参与公益，同时买单来关怀，希望大家做伙来拍命，为社会尽一份心力。记者黄佩佳，观察报道。